最緊要就係呢四次活動行綠先鋒，提醒到學生係需要有啲環保意識改變嘅，即係參與嘅工作人員或者學生咧都係好大嘅得著咯。我覺得最深刻嘅就係去睇下將軍澳堆填區而家嘅情況係點樣。經過呢次活動之後，我就會諗辦法建立一個綠色生活。希望可以俾啲小朋友將來會記住咁靚嘅大自然，唔好亂咁製造垃圾，亦都唔好亂咁抌垃圾。